社詹香娜台北报道，金钟戏王吴正迪家中每逢端午节都会包粽子送到育幼院做爱心。吴正迪都因拍戏无法参加，今年他邀同门赵小乔一起做公益，赵小乔二话不说答应，带助继子刘子权参加，三人从炒备料开始准备。吴正迪虽因第一次包粽子手忙脚乱，幸亏有总厨师老爸指导，顺利完成送出500颗粽子做爱心。吴正迪透露，以前从没包过粽子，第一次尝试包粽子，这次端午节包粽子是送育幼院的小孩，希望将我们的温暖也跟着粽子送过去。而且让我很意外的，这次做公益竟然是爸妈开口找我一同参与，让我觉得更与众不同。而刘子权上次会考前跟爸爸刘亮佐一同包过粽子，也顺利考上心目中的高中，这次他从备料开始准备，体会到厨师太辛苦，锅子和铲子都超重的，而且火又大，吵到我满身大汗，但为了育幼院小朋友们是值得的。赵小乔喜欢孩子，对于吴正迪邀约相当开心，他表示能在端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带住儿子圈圈一起包粽子给育幼院的小朋友，太有意义了。而他跟老公刘亮佐结婚近两年期间一直盼望怀孕却没喜讯，他也开玩笑表示多接触孩子看会不会比较容易怀孕。吴正迪、赵小乔、刘子权送粽做爱心，秀一提供吴正迪、赵小乔、刘子权送粽做爱心，秀一提供吴正迪在总厨师爸爸指导下炒料包粽，秀一提供。